未必做到低单位数增长的目标。郭浩欣报道。上半年顺利倒退令市场失望，百丽全年成功扭转颓势，增长 3.2%。 不过集团说今年开局同店销售较去年同期差，原本预期今年的同店销售有低单位数的增长，暂时仍然不达标。今年的过年的这一周和去年过年的这一周相比，情况是好的，但是因为今年春节提前了10天，等于说整个销售旺季减少了10天，而只是拿一二月份相比较的话，那么情况是不好的。业绩利润率增长22%-23%这个年代好像过去了，这我也不抱这个期望了。但是他说有信心未来两三年鞋类业务的利润率可以回复2%-2.4%的增长，未来亦都会逐步提高派息比率。至于市场关注的电子商贸，他说除了会同天猫、苏宁等合作推动网上销售，亦都正考虑同腾讯合作，目标是达至线上线下一体化，强调相关的资本开支不会太大。大行就普遍满意百丽的业绩，美林赞鞋类的销售毛利改善有惊喜，维持目标价11元。不过高盛就关注鞋类业务同店销售一旦维持单位数的增长，会对公司构成风险。有线电视记者郭浩欣报道。现在先休息一阵，回来会报道。业主减价。